俗话说，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，男人一定要有一套像样的西装。那今天呢，鱼就带大家来到台北的英伦西服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高贵又不贵的西装服饰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来访问一下我们的西装达人杨董事长。我经营已经十几年，将近五十年了。因为我们以前是那个做批发的，啊，现在因为批发生意那个西装店已经很多没有在做了，所以我们改做门市啊，做那个团体制服。台北市大同区南京西路上的英伦西服附近就是著名的服饰街。英伦西服从一开始代理欧美国际顶级布料品牌，全台湾有1000多家西服店都采购英伦的布料。英伦西服董事长杨在兴承袭上海老师傅的技术，用纯手工制作一套西服，把量身、制版、剪裁、运布一次到位，完美的制衣技艺受到企业名人的青睐，包括前总统陈水扁、交通部长林佳龙、万海集团创办人陈朝传等政商名流都在这里定制西服。那个现成的做起来穿起来那个不合身的，啊，像量身定做做起来一定是很合身，啊，做起来在我觉得这个 size 才好看。不仅企业名人会来这里定制西服，英伦西服的手感让上班族都特别有感觉。像第一银行的制服就因为很多业界招单，银行首开先例让员工投票，在2000多人当中，英伦以压倒性70%脱颖而出。从此，意银、联邦等公司制服不再做第二人想。另外，央行、证交所、健保局、世华等企业也都是英伦的客户。公司现在呢，以新英伦西服的品牌来出发。那其实你不管上 Google 或是 Facebook 或是 Line 都会看到我们的英伦西服的所谓的一个官方粉丝团啊，或者是网站。那以英伦西服来出发呢，西装店有一个最大的好处，版型是由我们师傅先设计的，那以套量试穿为主，就是当来的时候呢，客人不是直接量尺寸，你如果是一般的纯手工西服的话，你来是完全没有样衣可以套的。对，那我们把 NTN 的部分再融合手工的试穿的 SOP， 让这件衣服最后在交出去的时候，它可以更服贴你的身形。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，英伦西服也从2002年开始积极接受上班族、企业人士委托制作高贵不贵的团体西服，设计符合企业形象的样式，也挟着第一银行、联邦银行的口碑，扩大替多家企业、公司行号制作团体西服市场，希望给更多上班族有舒适服帖的制服。当然，英伦也接受劳动部的委托，代训手工西服师傅，希望让这次绝佳的手工技艺得以传承下去。记者陈文旭、李佳晶台北报道。